志入选明星赛，他今天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十分开心能够获得这项荣誉。那么在明星赛的时候，他说会好好的把握机会为台湾争光。同时郭宏志也强调，虽然他是入选大联盟明星赛第一个台湾球员，但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就早上打给我很惊讶嘛，对，然后就还蛮开心的，这样有这个荣幸去那边其实很开心啊。然后就是明天去那边，我也没去过，所以就明天要跟着队友这样走来走去的。对啊，很特别啊，然后很开心啊，然后刚好就是早上接到电话还蛮惊讶的，这样。没有啦，我接到电话我也被交易了还是什么的，因为总经理打给我，他就说你礼拜要干嘛，我说没事啊，然后他就说要不要去NR，我说好啊，就希望他们为我们台湾加油啊，对啊，然后我可能是第一个，是我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台湾人进入明星赛的。不会啊，反正明星赛不会算在记录里面，所以被打安打也无所谓啊。生日哦，没什么愿望，就保持健康嘛，然后希望王建民保持健康这样。他们就跟我击掌啊，就说对啊，就叫我加油啊，全面好好玩啊，放松啊，然后说这是我应得的啊什么的，就给我很多鼓励跟支持啊。